我们来爬仙居岩，这一栋 Tate 有介绍过，可是我刚才就是这样看过去，这栋应该是小平数的吧，因为它这边蛮多人都把衣服是就是晾在这一面啦，没有藏起来，所以我猜它应该有一些是平数比较小的，蛮多人都在就是外面的阳台晾衣服。刚才爬到这里，今天蔡依林跟阿优在照猫，这只猫很肥哦，很可爱。这只应该有人养吧，很肥哎、欸。它都听得懂，你讲它肥。可是它真的有点肥啊，它是肥的对。因为我对猫很有办法、欸，对啊，都有办法摸到它。哎呦，小，哎呦，你太用力了一点点。这只很大只，它毛很长。喵，喵。我帮你拍，这样哦，这样很棒，这样很棒。好，快点，快点，耶，你要耶。我还咬我，不会。对啊。你要先给它闻你的手。耶耶，他想跑走了，好可爱哦！他想要蹭你啊，他想要蹭你。这次感觉是有人养的。我刚刚几下。来，这里。嗯。要你看的。喵。你要耶，你要耶。耶。等他转过来的时候帮你照。啊。他好像一只拖把。好像一直黏你耶，好像一只拖把。你在拖把？真的吗？你坐下了。他对你很有戒心耶，你有发现？他有发现那个我比较有威严吗？我比较凶吧？有写轮眼。有写轮眼。要写轮眼。阿优喜欢小动物。不要带他。会讲的，它真的看起来，它可是我觉得这种就是毛胖，它只是毛很多感觉。那耶耶耶，快耶耶耶耶！它会看镜头，你吓到它了，动作太快，它还是会吓到。它的脚是不是受伤？哦，不是，跟粘到东西哦，啊。它好像加菲猫，加菲，它真的有点像嘛。这种，阿优你知道这什么？一般好像他们都叫这叫波斯猫啦。波斯猫眯着它的双眼，波斯猫踮着它的脚尖。它真的觉得你有病，我觉得它用那，它不想理你啊，完全不想理你。它怎么知道我是？对啊。坐下了。这样好可爱，这样我够奇怪。不要走喽，走吧走吧，往上继续。因为我帮你拍到了。我们接下来爬仙居岩。好久没有爬仙居岩，仙居岩这一带啊，哦，我算小以前小时候啊，就常常在这边活动。我爸妈常常我们。他一定有人养的啦，看那个样子，你想收编他、啊。对，好，稍微讲一下，就是小时候我在这附近念书，我小学是念静心，那时候只要六日啊，哦，半天，我爸跟我妈就常来带我爬仙居岩，
我们通常也会从这边上来，就是从这边算是金美夜市这边，从这边上来，然后会爬爬爬，从那个兴隆公园下去。以前兴隆公园啊，其实是就是可以租脚踏车的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常常在那边骑脚踏车，就是我爸都会爬到三四点租个一个小时的脚踏车到两个小时，就在兴隆公园里面玩。加油！啊！啊，先机岩。他走上来了。其实，他没有个自己的路吗？你说什么？你不想要走原路下来？没关系，走原路好了。可以再看吗？你不想要走原下来？我们等一下。我要走原路。好。正常再开吗？哦。可是你要记得哦，我不确定我会不会记得。很漂亮，很绿啊，应该这么讲。就是看过去有没有，是不是有个凉亭？就是有世外桃源的感觉。只爬了一点点小山路。哎呦，这边有一只，这是壁虎吧？还是蜥蜴？好，我刚好看到。这里阿姨还看得到，这里蜥蜴，你们看到跳啊？有，我们看到。我们学校很多只啊，中间不是非常大，可是也不是小只的。好，BB，会叫吗？什么？BB，他为什么叫 BB？ 壁虎啊，BB。扁的楼梯耶。你说什么？对啊，这样爬起来比较轻松哎。对啊，跳楼下。走吧。这张不错，就这张了。你今天这样。你们不会这样？可以啊。哟，这就是你今天的暑假作业，寒假作业。哟，寒假作业就是每天要照一张相。不止每天照一张相，他还要写。对，还要写。那张像是在做什么？啊、好像飘雨哎、欸！我们像都太容易。妈，我们忘记带雨伞了、欸，感觉有一两滴。我们都有帽子啊。哦，你要说4K 照的话就很难。哇，这里健身天然的健身场。这不是。这应该不是天然的吧？对，这不是天。哦、跳高。可以啦，拉个五下。加油！太难了。走，好，这边。好，那太久了。我们现在应该爬在快20楼的地方。有点喘，先把口罩拿下来。你说什么？我都来爬山，遇到那猫没有？真的。加油，运动一下。啊，看到101了，在那边。啊，这不是原路啊，我们走快出发。嗯？要走原路啊。你说什么？我们还没到、欸，还早。那我想说下坡。还一点点。你有爬过仙鸡岩吗？你爬过很多次吗？
跟着你的话，你就在直线直接带它去找晶片，看看有没有晶片，然后敲敲门问一下附近的人，说这只猫是不是你们的？那应该有人养啦。那我们打去别的地方养它。应该有人养，对啊。那种超厌世。哪一种猫？傲娇的。那一种猫如果要用的话，一定那一种猫如果要买的话，是一定要买的吧？那个大部分都买，波斯猫大部分都要买。那个是。那小时候超可爱。它现在长超傲娇的。那长大就是会变不太理你那样。所有的猫长大都是这样。对，都有自己的生活。这样比较适合我们，因为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生活。那我们养不要就是什么吧，我们的阿弟呀，不用钱的猫吧。不二夜还没有，还没有。我们现在右边也比较低，左边也比较低，感觉是在零线上面。下课。下课了，我们去看猫。你看右边也看得到下面，左边也看得到下面。那不是寒假了吗？寒假还是会有钟声呢。对啊，就是很有，它有很多条下去的地方。四星那边有一条可以上来啊，应该是就是这边。你要养猫，然后真的要照顾，不要到最后你妈来住哪里？嗯，为什么？没事。嗯，就是对，会累死你。你就是没事。往仙鸡岩走420公里，登三牌楼，后面很多单杠，我不晓得登三牌楼是从哪边，我看一下景星街，我们是从景星街上来的。登三牌楼是不是这边？应该是这边，这边下去不知道是哪边，等一下就到这个仙岩庙，然后再走一点点就到仙鸡岩了。这边不晓得是从哪边上来的，忘记了，应该都是小时候都有走过。我在这里。你是猴子啊！可恶！这里，这边也可以吗？对，一样的。嗯，一样的。好，等你。啊，我好痛啊！等你，快点！起不来了，放弃，好痛哦！撞到了？啊，在我脑袋疼了。那现在几点？除非我是哆啦 A 梦，就不会痛了。为什么哆啦 A 梦不会痛？哆啦 A 梦不是有铁头吗？哦，他是机器人呢、啊。好痛
对啊，有好多，有很多路啊。你怎么知道这边有四？哦，他有写，对啊，四星。那如果你要去四星的话，就可以走这了。对，可以走这，它很多岔路啦，非常多岔路。好晕哦。快了，快到那个仙岩庙。你要在这边拍吗？拍一下。好。好。可以。好了，我们就拍到这了。应该要再往上走吧。拜拜。